们看看500块钱买这个吃鸡号值吗？496个时装，99个枪系，101个装备，有价值的就4套粉装，一把6级 M4 特效枪，这是给粉丝淘的号，预算500以内，要求安卓Q区有一把 M4 特效枪就行，那这个账号刚好可以。 Nice。但是不能二次人脸，不过号主承诺可以包人脸，粉丝一时看了一眼就沦陷了，就决定要他了。这个账号正常价格的话可以出到520左右，可惜特效枪没有满级，要是满级还能再交80，但是不能二次人脸，所以价格不会太高。不过呀，账号还有一个年费会员，最终双方爽快决定500成交，双方确认真实信息之后填好合同完成签约。那么你觉得这个号500块钱到底值不值？